大夫啊。啊，怎么了？咋这块啊？大夫呀，你说我晚上啊睡不着觉还失眠，咋办呢？失眠呢？哎，那你老公他什么状况？讨厌，大夫，人家没有老公。我老公啊早些年就没了，我是个寡妇。啊，寡妇呀。那行，那个啥，我登记一下啊。你今年多大呀？18。18？十八有长你这样的吗？说实话。哎呦我的妈！38。38。跟我说你到底多大呀？能不能说实话？啊，赶紧的。那你啥意思呀？38还不像吗？就38。38就38呗，凶什么呀？那个，你叫什么名？李漂亮。李漂亮，你咋不叫李美丽呢？啊，嘿，大夫，你咋知道呢？我妹妹就叫李美丽。哎呦我的妈！别整那么没有用的啊。那个啥，你还有啥别的症状没？哦，大夫呀，你不知道我这身上啊起了好多那种小疙瘩，痒的不行了，你快给我看看吧。失眠完了还这个浑身痒是吧？那行，那个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失眠因为啥呀？大夫，我告诉你啊，就我们家门口有一群大野狗，这每天晚上都在那叫啊叫啊，成宿成宿的叫，这叫的我都睡不着。你快给我开点药！哎呦我天哪，我这失眠太难受了。行，那啥，我知道什么情况。哎，那个我呀，我给你开点药啊，然后呢，你就直接下去上药房去取就行了。哎，行，行，那开好了，马上开好了，你下去等着吧。哎。谢谢啊，大夫。哎，没事。醒醒，大夫，别睡了！你那给我开的啥药啊？你看啥呀？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都不管用！不管用？可不管用吗？不可能！还不可能？这都一个星期了，我还是睡不着觉。还有这身上的疙瘩啊，你看看，我都挠破了。你那药咋使的呀？你那用法对吗？用法怎么不对呀？我这每天晚上啊，我就等着那大野狗一来，我抓一个喂一颗药，抓一个喂一颗药。那喂了我也，它也还是叫唤呢，不好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药是给你吃的，你怎么能喂狗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啥？给我吃的呀？还有呢，那我身上你给我吃的那个治疙瘩的药，那也不好使啊！我吃了一个星期了，这还是痒，你自己瞅瞅。你那治疙瘩那药你也给吃了啊？你这个咋整？那药呀，那是让你往身上抹的，你怎么给吃了呢？大夫，那是给我外敷的呀。不至于啊，你别害怕。你那啥，你呀，回家以后好好洗个澡，完了把那药抹身上去，知道吧？还有啊，那个药呀，你一个人吃，你别喂狗了，那药多贵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大夫。这赶紧去吧。谢谢你啊，我这就回家洗澡去，完了抹药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没事，快去吧。哎。你说我这一天天的，这都接待啥病人呢？啊，这怎么一个个笨的跟猪一样呢？要命！
姐夫，干啥呢？说你小姨子，你这一天的呜呜喳喳的，干啥呀？来干啥来了？嘿，我呀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呀，找我啥事儿啊？哎哎哎哎，行啊，除了借钱，啥事儿都好说。哦，实不相瞒，我找你也没啥事儿，就是借点钱，手头有点紧。说你，你说你就一个人，你老借啥钱呢？借钱啊？姐夫，我没跟你借过钱呢，这就是第一次问你借。你前段时间是不是找你二姐夫借了5000，完了又找你三姐夫借了3000呢？是不？你咋啥都知道啊？我咋啥知道？人家跟我说的。哦。那你借给他俩了没？借了。那这次你也借给我点呗，我要的不多，就8000。多少？8000呐？啊。不是，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你要这老些钱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前段时间不是炒股赔了吗？我这次要回本，你可得帮我呀、啊，这次。你看看你啊，你说你让姐夫说你啥好呀？你没有钱，你学人家炒什么股呀？炒股啊，能整明白了吗？那你还借给我二姐夫、三姐夫钱呢？为啥呀？为啥？你二姐夫他爸生病住院了，人家等着治病呢。那5000块钱你还了吗？没有吧？这家找我来借来了，你说我借还是不借？啊，这救命钱！完了，你三姐夫，你借那3000是不是也没还呢？三姐夫家那孩子上大学，人家等着交学费呢。你说你这一天，你问办啥事儿啊？啊，你人家来找我，我能不借吗？不是姐夫，你就借我呗，借我点儿。不借。我跟你说啊，小姨子，你呀、啊，你抓紧时间，赶紧把你二姐夫、三姐夫那钱给还了，听没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姐夫，你看我也挺不容易的，这本还没回回来呢，借我点吧，要不然我拿什么还给人家呀？你出去打工慢慢还呗。哎呀，姐夫，借我点。哎呀，行，别晃，你这干啥呀？这让人看你像话吗？这。借给你钱可以啊，但是姐夫有条件。啥条件啊？姐夫呢，给你出3道题。这3道题你要是答上来了，我就借给你。你要答不上来的话，那你不光这次姐夫不能借，以后呀，你就别跟姐夫提借钱这俩字了，行不？行，出吧。那行，听好了啊。第一题说。太平洋中间是啥？呀，这题听起来怎么这么难呢？不知道了，这就不知道了。是平是不是？平什么平呀？太平洋中间是水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最近这脑子不太聪明。行吧，下一题。下一题啊。你动点脑子。听好了。说什么东西借了不用还，还可以一直借？这个我知道，是钱呗。不是你这孩子，你掉钱眼里边去了呀？还钱？是光。你别笑。光啊。嗯。哦。太笨了。还有最后一道题了啊。行，来吧。第三题，说什么东西越生气越大？什么东西越生气越大？嗯哼，眼睛瞳孔越生气。你可闭上吧，闭上你的眼吧，眼睛。你细想，不应该是脾气吗？发脾气的时候越生气的脾气越大。这都出的啥题呀，姐夫？那我今天跟你借钱的事儿
这是不是又泡汤了呀？你猜呢？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啊，小姨子，你呀、啊，你回头你赶紧抓紧时间把钱还给人家，看到没？这亲戚礼道的，是不是不好看？关你屁事！哎呀，这孩子不知好赖呢。